嘉义市西兴路日前发生汽车自撞事故，现场强大的浪击声惊动附近的民众，随即通报。嘉义市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，随即派遣救护人车前往，好在这现场驾驶意识清楚，在经过检查了后无明显的外伤，后续车祸原因由警方调查当中。个七点分到叫人车到场之后，现场汽车零件散落一地，叫人员随即将拆开伤者状况，不过在伤者意识清楚，无明显外伤，叫人员为了驾驶安全，随即替伊进行检查后送往殡仪馆查。现场为一部自小客车啊，高速撞击那个路旁的路灯啊，导致路灯倒下啊，挡住多个车道啊，所幸驾驶只有脸部有些微擦伤。意识都清楚，然后由我们救护车送往医院 做治疗。根据了解，这名驾驶当时经过嘉义西兴路时，疑似闪车自撞路顶，造成车辆零件散落一地，而路顶竟是倒在车道顶头。不过，在驾驶无生命危险，后续车原因由警方调查当中。新闻调频嘉义采访报道。再讲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